临时说要去开会，今天好像又不能去看电影了。老吴，把这个整理一下。好。没事，我今天也要加班。芳芳，开会喽。好，马上。晚上记得好好吃饭。嗯，好，你也是。加油。加油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睡在一张床上的我们好像有了距离。厨房有早餐，记得吃哦。晚上去鼓楼那家餐厅吃饭吧，都好久没去了。今天不行哎，明天要出差，我得准备方案。没关系，那你加油，我和朋友去吧。吴，忙着呢。啊，先开个会，然后说一下出差的事。好。那你们好好玩。七蛋糕，七蛋糕。我说你这大过生日的，你们家那位怎么不陪你啊？啊，他工作忙了。哎，他不会是忘了吧？没有啦。来，吃蛋糕。话说回来，你们这恋爱谈挺久了吧？嗯，快六年了吧。这么久了，估计也该腻了。老吴，嗯，上午发那邮件你收到没？什么邮件？上午发给你的，你看一下。啊。哎，你干嘛呢？这是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然后那个客户那头说那 PPT， 咱们得给他打出一个纸质的，然后他们就要看一下。然后客户都挺想说话的，过去随便说一句。傻瓜，生日快乐！谢谢老吴。真好看。我看看。哎，你干嘛呢？我要设置一个生日的提醒，省得以后你把那么重要的日子给忘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可能啊？那可不一定。老吴，老吴，老吴，啊，干嘛？你干嘛？放心啦。你干嘛去啊，老吴？哎，我要切蛋糕啦！耶！哎，怎么可以偷吃啊？好好吃啊！那以后要不要吃？吃，以后每年都要吃。挑好了吗？下班啦。就要这个吧，他最喜欢的。谢谢哦。今天还要恭喜我们老吴同志顺利被新公司录取。干杯。干杯。哎。嗯。你说你以后会不会忙得没有时间陪我啊？怎么可能啊？我不信。你信不信？不信。你信不信？信不信？不信啊？信不信？不信。Memory of the night。We'll be right back.
对不起，我今天。你在干嘛呢？我在帮你收拾明天出差的行李啊。哎，你别碍事，我忙着呢。就是因为相处久了，所以才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呀。